大家好，我是 T 阿三阿扁，欢迎你又回到我的频道喽。那我们今天是 Vlog 主题，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 Vlog 主题是福尔摩沙，也就是我们办的一场秀，叫福尔摩沙，这是我们非常多年以前的梦想。那我们为了这个梦想呢，在今年我们就去实现它了。那为什么这个梦想？是因为我们觉得台湾就是少了，特别是高雄，少了一个就是对于时髦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们就办了这场秀给他。那我们这次呢，主要的主题全部都是台湾的当地文化，非常的接地气。我最喜欢里面的一个文化呢，就是台客文化，因为台客都长得很帅。好啦，里面有花家酱啊，有同性议题啊，还有就是动保的问题啊等等的这类的。那我们这个就是背板啊，我们是找一个画家帮我们画的，然后这上面也是我们这次的主题。其实我觉得能够用我们土生土长的文化去办一场秀，其实是蛮感动的。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其实内心会有一种，哇，我终于为了这个文化付出了一点点心力。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这场秀喽，那我们期待一下吧。现在就带大家去直击后台 ，Go！他说丑八怪要戴墨镜，他现在正在戴墨镜，大家知道意思了吗？那我今天的 style 是这样，好吧，没关系。大家看，大家看，我们现在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前绝巷、空前巷后排队，都排到101去了，就是在等着入场。但是我不用排队哦，因为我是工作人员，耶、yeah!。潮流一个有点尴尬，叫我艾伦。艾伦好像有点害羞。好，那想要问一下艾伦，你对潮流的定义是什么？潮流的定义，我觉得潮流就是做自己，然后不用去管别人怎么去看待你。好，谢谢潮流一哥帮我们回答了，就是不要管别人怎么看待你，就像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秀的一个主题 LGBT 一样，不用管别人怎么看待你。那我们谢谢潮流一哥见解，那我们等一下就让我们好好享受这场秀，以及我们等一下也会邀请现场的来宾一起来收听广播电台哦。等一下见，欢迎下一位来宾，人气 KOL 森田。Hello， 大家好，我是森田。那其实对于像这类活动，我们台北企业很参与。那我觉得很多不管是弱势的团体，或是做这类的公益，其实我们都会一起发声，因为我觉得这类型的人是真的是非常需要被关注的。是是。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里的话，我也是觉得非常荣幸，是非常开心。是是对。哇，真的是谢谢森田，因为他真的是从台北特别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秀，然后也是为了公益而来的，他真的对这个公益非常非常的自律于这件事情。那我们真的再次谢谢他，也希望他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场秀，谢谢森田，谢谢。那我觉得这次的活动特别有意义，在台湾很少，就是这种
跟公益有做的事。谢谢中西，其实我们这次发了中西已经非常久一段时间，我们这次能够邀请他来支持我们这个秀，我们也感到很开心。那我想中西就是在台北应该也很常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你对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期许吗？对我们这次的部分，其实我真的非常好，就是我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大家一起这次的公益活动宣传给更多人，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到为社会进行一份是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宣传这些公益的活动。了解，是，真的很谢谢你，这是我们用南部的热情的天气欢迎了你们，南部还蛮热的嘛。瞬间觉得温度大概升了5度左右。好，那我们再一次谢谢陈栋熙的，谢谢他来参加我们这场秀。那我们等一下就请他好好的享受我们这场秀吧。谢谢，谢谢。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乖乖。Hello， 大家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就是特地回我自己的家乡高雄，一定要支持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尤其是又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办的。哇，真的很谢谢乖乖这样情意相挺，回到我们这个热情的故乡。哎，那我们都有看到你代言的 Stair 啊，那因为我们都是做设计的，那听说你的品牌精神是红色，那为什么是红色呢？因为这个品牌它主要就像我今天身上的泳装，就是它主打泳装运动衣嘛。那为什么红色？因为红色代表的是大胆、热情、奔放。是。那因为我来自高雄，所以我们高雄人的个性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对，我们高雄的热情真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以及享受我们今天的福尔摩沙秀，谢谢你们。我是吴德夫，我祝福油画法郎的伙伴们所办的慈善时尚的这个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把所有的美好带给大家。我们要蓝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筚路蓝缕一起山林。借由这样子文化的推广，让大家都敢进来。他们出团表演，可以得到别人给他们的官将所任务，就是他的护法。至少他们在这边有一个像家的感觉。你们见面的时候说，哎，你小朋友最近在学什么？我们当家长的可以很大声的说，啊，他最近在学八家将，让这个文化它是可以推广的出去，哦，让大家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同学、邻居、长辈啊，看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认定自己的工作是表演的话，就算是色情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表演啊。生小孩，13岁开始，23年，我们本来心理建设就很重要。上次做完做喜事，喜事做完做丧事，都 OK 的啊。因为在丧事，你就这样自然就会有那种感觉。喜宴，看到人家结婚也一样啊，气氛到了，那我们就知道怎么表演啦。走啊走啊走啊
不过在感谢大家之前，我想要先感谢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今天才能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包括时尚设计。我们给台湾掌声好不好？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福尔摩沙秀了，很成功的顺利完成了，而且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很谢谢我所有的朋友们都愿意前来。就是帮我站台这件事情，很谢谢他们的来到。那我觉得这次的秀还是希望可以带给这个台湾一个很大的礼物。希望这次我们，可以为这个文化的产业做了一份心意。那如果你有喜欢我们的影片呢，就帮我订阅及按赞吧。那下次见了，拜拜。好，把这边收一收，这边收一收。